今天会在云顶办这一场盛大的我们有海内外的朋友的一场聚会，那么我们终于盼到了有来自海内外的朋友。今天晚上都到场了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好，那么因为准备给你们唱歌太多，所以我尽量要说那么多话。那么有些没唱完一首歌，我就尽量继续的把歌唱完。然后因为你们准备的太多了，太多的好歌，希望这一次一次过唱给大家听。好，朋友，但是有一个要求哈，我罗宾有一个要求，因为我们特别在荧幕上有打字打完的字幕。 下来的这几组民谣呢，希望朋友能够一起合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边的朋友，答应哈，一定要唱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想听几千人一起唱民谣的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这边的朋友呢？这边的呢？这边的，还有刚才这边的朋友，一起唱好不好？荧幕上你看到可以看到我们的字幕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继续我们不间断的几组的民谣来。